中午公天冷汤，中午公天冷汤。现在的声音是心灵延平郡王府，30年建教大典，30年第一次建教大典，来自台南府城郑成功祖庙，郑成功祖庙。在今年，在今天正月初九，登殿大典。进行登殿大典，在新进入工程国小南边那边的花灯牌楼那边，进行登殿大典。道敬队伍，到八点要到，新进入工程国小南边那边，新进行登殿大典。台南府城永华宫大四点大天后宫。郑成功祖庙，在台南市忠义路，忠义路的郑成功祖庙，以前叫家庙，1663年就兴建了，今年2018年，中华民国107年，今天2月25号，农历正月初九，拜天公的日子。新灵延平郡王府举行30年第一次建教大典，今天主普所台南府城的郑成功祖庙延平郡王的举行登殿大典，晚上6点半在公园路那边集合，然后绕境，要到新进入工程国小南边那边，晚上八点左右要进行登殿大典。这里是。龙武宫天恩堂，这里是新营龙武宫天恩堂。现在的声音就是绕境的声音。